我知道我一定能做到。有人说喜欢会让人变得勇敢，但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这样。喜欢让我畏首畏尾，从不声张。我不舍得丢掉的懦弱，使喜欢你这件事成了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。我曾经想过，我们还年轻，可以各自努力，然后在最高处相见。但人总是贪婪的，就像一开始我只想知道你的名字，但后来我想成为你的奇迹。你对他一点特别的感觉都没有？我跟他只是普通同学。为了能让你和丽香一起争光，我还特意退出了200米。你，那我就和丽香一起训练，一起跑。歇会儿吧，体能这事儿急不来，你得相信我。谁都比不上他。你不觉得他整咱俩这事儿很不像他吗？嗯，简直莫名其妙。算了，咱们俩继续努力，然后让他无话可说，怎么样？嗯，走。我让你观察周静芒，你是怎么做到把李宇翔和周静芒观察到一块儿的？哎，等等我！跟上就可以了。啊，放轻松，就像咱俩平时练习的跑就好了。实在不行就放弃，反正咱们尽了全力也不丢人。嗯，你也是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为我们班争光的，也让张扬看看咱们俩多厉害。嗯，来。女子200米比赛即将开始，请参加的同学在各自的跑道等候。
样？狮子王。周静芒，你给我争气一点，要不是因为他给你报的名，你怎么可能这么惨？周静芒，装睡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把你送到校医室，你就这个态度，还不如你害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是你把我送过来的。那你以为是李雨翔啊？没有没有，那你怎么送过来的？拖着头发拖过来的。行了，老师说你没事，醒了就可以走了。今天你可吓死我了，还好张扬一直在你身边，第一时间把你抱到了校医室。抱？他是把我抱过去的。对啊，你都晕了，不把你抱过去，难道还拖着你去啊？赶紧选一选，今天晚上庆功联欢会到底穿哪件？真的要这么隆重吗？难得是老师说今天可以尽情打扮，你还不好好抓住一下机会，还想在张扬面前再丢一次人啊？谁让他先整我的？反正我不在乎，就这件吧，公主风，和你平时感觉不太一样。正好我还有一个同款的蝴蝶结发箍，然后我再好好给你化一个妆。我可以穿那个吗？那个会不会太普通了呀？已经很好了，而且这个款式我比较喜欢。那行，就这个吧，你赶紧试试，然后我再给你弄头发。嗯。车，那要不咱们重新洗个头？可是时间好像来不及了。那要不换身衣服，咱们走摇滚风？要不你换吧，我就这身不变了。嗯，好吧。嗯。乱吃飞醋整人家，结果整到自己了吧？很担心吧？听不懂。在我这儿装傻没有用的。哎，在医务室你道歉了吧？没有啊。没道歉你还指望他坐这儿？不可能的。
你让我做吧，省得尴尬。啊，是吧？对，当然。哎，哇塞！周静芒，你看看周静芒没有？是他吗？我是。周静芒，你这什么新时尚啊？好大胆啊！庄，你吃这个。有人了。谁啊？他不是坐自己位置上了吗？我是你同桌，本来就应该坐这儿。怎么这样啊？他平常不一样。他平常不挺快的。小芒果。坐一下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张扬，你想坐这儿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的比你早。你要想坐的话，坐我旁边吧。我不坐，我是来找他的。找我？干嘛？装什么大人的样子，难看死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叫我出来，肯定要说我难看。对。好，我听到了，那我走了。这个是什么？买那堆书送的赠品，之前忘了给你，现在刚好能帮你遮遮脑袋。赠品，质量这么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那我自己回去查。哎，等等。干嘛？拍个照吧，我练习。你笑笑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眼就到圣诞节了，真的好久没见你们了。跟我说说，你们最近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？我们学校啊，最近在包苹果，方法推陈出新，可好玩了。一提到你们学校就眉飞色舞的，我们学校，我们学校的，挺有自豪感的嘛。那当然，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当护士。也很喜欢我们学校的同学，他们其实跟咱们差不多的，但他们有种特殊的成熟感和责任感。医护工作事关患者性命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可以啊，几个月不见，境界都提高了嘛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，这样我每天才会觉得有意思。太好了，一开始还以为你是胡闹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对对，还有我也错了。嗨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嘛。不过别转移话题啊，你要不要买个平安果？我刚看门口有个卖水果的，买两个苹果还送礼物呢，要不要一起？他莫名其妙给我报了个凉拌面，还欠我个道歉呢，凭什么给他买礼物？他是谁啊？没什么。他是张扬呗，还能是谁？你是不知道，这次运动会张扬把周周给整惨了。他整周周干嘛？据我估计，应该是因为李宇翔吧。张扬这样的人还会吃醋啊？那正好，给他买个苹果就不吃醋了吧？别瞎说，我才不给他买呢。除非他给我道歉，我再买。挺好喝的吧？挺好。哎，凌晨，
板，麻烦你给我包好的苹果。哎，哎，买两个吧，5块钱，精品包装。哎，还送个小挂件。好，那就要这个吧。好。这个是最好的吧？那是，你们学校学生都买这个呢。来来来，哎，你的挂件。周周，我去数学竞赛辅导了，晚饭你自己吃吧。嗯。沈又回，有事？你也去竞赛辅导？嗯，那一起走吧。不用了。啊，这个送你。不用了，我不爱吃苹果。啊，还有这个呢。这个苹果不是吃的，但挺好看的。真的不用了。我们已经说清楚了，有事你去找我爸妈。现在平安果这么贵，你去交几个别的朋友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。你是觉得我不配和你做朋友吧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因为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从来没人看得起我。原来你也一样。这么丑，肯定被嘲笑了呢。周周，我回来了。这个给你，明天全校卫生检查，抽每个班学号1、2号的人，你是2号，是老师让我把这个给你带回来。嗯，咱班要打扫哪儿啊？操场。啊。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感冒了？啊，还好，可能天气突然降温，所以着凉了。睡一觉就好了。恐怕不行了。为什么？这么晚还要学习啊？明早抽取每班学号1和2的人值日，我得早起去操场巡视。这么倒霉啊？那另一个倒霉蛋是谁啊？周静芒吧。小芒果。嗯。哎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帮你治治。那不太好吧？没关系，那你好好休息啊，拜拜。
喂，张扬，我跟你说啊，李宇翔又开始行动了。明天湖人和开拓者比赛，你觉得哪个队会赢？哎呀，肯定是湖人，这还用说吗？绝对是湖人。这么早，有事吗？我替你值日吧。我答应凌晨帮他值日的，为什么让给你？就算你去，周金芒也不会理你，没用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太听清楚，你再说一次。良心吗？要不是我，现在这样的就是你。谢谢。那我给你擦擦吧。这儿，左边，脸，好好擦，快。干嘛？给你吧。报恩只报三分之一啊。不是。行了，赶紧检查卫生，然后回教室吧。丢死人了。刚才谢谢你啊。就只是嘴上说谢谢啊。啊？今天是平安夜。啊，平安夜快乐。你是真的还是装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是平安夜，你准备东西了没？嗯，你是说平安果？你想要平安果，那我下面就去买。土死了，我不需要。这苹果到底是送还是不送啊？周金芒，干嘛呢？你干嘛啊？鬼鬼祟祟的。我怎么鬼鬼祟祟了？我就正常走过来。怎么了？当了值日生就这么凶啊？没有，我在想事儿呢。一大早就在想事儿，不愧是学霸。今天过节，要不要放学去我的圣诞 party 夜玩？到时候再说吧。怎么垂头丧气的？我请你吃零食，我可以问你个事儿吗？跟张扬有关吧。你最近有没有听他提起过平安果的事儿？你要送他平安果？不是，就是突然提起来的。他说土，我就好奇。哎，你们两个真是都喜欢口是心非，想送就送呗，哪有谁不喜欢收礼物的呀？你不用请我吃零食。这句话算我送你的圣诞礼物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慧彤，我们去小卖部吧。哦，好。老板，给我一个苹果。没有啊。啊。
今天是真日子，都抢完了。不是，你是要送人，不是要吃是吧？嗯。你等一下子，这个送你，多余出来的赠品，这好赖也是个苹果啊。也对，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。今晚我们圣诞 party， 你会来吧？嗯。怎么，难得有时间可以放松放松，你干嘛垂头丧气的？困。活该，谁让你昨晚演出那么晚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，今天到学校就来抢秀标去值日了。还不是因为你通风报信，我这是在帮你好吗？就在刚才，我又帮了一次，你可都得记着点。你帮我什么了？我跟周金忙说，提醒他其实你是口是心非，还挺想要苹果的。你有病吧你？你干嘛走那么快啊？拿来，干嘛？你要不是口是心非，真的不想收礼物，也可以送我。快上课了，赶紧回去坐着，快！哎呀，快！口是心非，真没意思。你在这站着干嘛？没什么。你干嘛呀？你怎么了？有事儿？不用你管。这什么呀？好丑。礼物。不过很寒酸，摔坏了正好。你不是已经送了吗？可是我只有这个呀。所以这个不是你送的？当然不是了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？周周，干嘛呢？愣在这儿不去做？这个是，这个。真的很丑吗？这个是水果摊的赠品吧，确实不太好看，质量也不太好。怎么了？突然问这个？没事，走吧。嗯。周周，快收拾啊，庄杰他们还等着呢。哎。我今天有事，就先不去了。一起去吧，我们一起多有意思啊！阿珍也说会来找咱们呢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去了。你好好玩。今天是周末，写作业也还有两天，也不着急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……啊，他肯定有事儿啊。事情就是和我一起过平安夜。和你，周周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啊，今天早上刚约的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今天我们要去一个浪漫唯美的地方，走吧。那你跟他们一起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嗯，那你玩得开心。
小芒果，你干嘛呢？走啊。拜拜，拜拜。什么情况，赵英？你们又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怎么还挺高兴的样子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走吧，换个地方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又是一年圣诞，别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苹果、烟火，这些美好与温柔都会在你的生命中如约而至，就像春光不必趁早，冬霜不会迟到，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。这五年里，我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我也没有放弃。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，在这里面是我这几年的经历，你可以的，我等你。回忆往昔，时光记录的每一帧镜头里似乎都有他的存在，但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是，那个承纳着我整个青春的男孩或许早已记不起我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在脑中千万次的练习，有朝一日若我会见到你，事隔今年，我该如何治你，以眼泪还是以沉默。谁呀、啊？小鱼，是你啊！阿姨好。哎，你来找张扬吧，哦，他还没起呢，我这就喊他。哎，阿姨不用叫他，我还得回学校改卷子呢。嗯，我是来看您和叔叔的。看我们的？嗯。哦，嗨，好。几点了，他还不起来？洋洋，洋洋啊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起呢？昨天晚上看了点东西，睡得比较晚。哎呀，大周末的你别老窝在家里啊，你也出去找朋友聚聚多好。你看人家小鱼，大周末的加班还知道顺路过来看看我跟你爸。小鱼？于慧彤？啊，哎，真有心。我跟你爸呀都特别喜欢这姑娘，人长得漂亮还善良，工作也不错呀，关键啊，咱们两家的条件还差不多。妈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好好啊。哎，你看，那你不吃饭了呀？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还说错什么了？他这样都是你给惯的。哎呀！
进来吧，都等着你呢。当我睁开眼，你就在我身边。怎么